哦哦，那教头你吃过吧？总教头嚟噶，真系冇咧。哇，呢、這个你都未食过，熟味啊咁样，熟噶啦，熟噶啦，生都可以食嘅。开启了另外一种语言模式，就是这么自然而然。他我觉得他语言天赋也挺好。你看你夸我夸的紧张你知道吗？吴京就在开拍前给外籍演员指导起了动作戏。到了近身肉搏的训练，吴京也是直接用英语对戏。Yes, okay. I want this one and this one. Like this.阿吳京，你除了廣東話同國語，你韓文啊、泰文識唔識啊？平時點樣溝通嘅咧？即係拍嘢嗰陣時。個名唔驚啊嘛。我嘅泰文係同唔係同佢學嘅，係同阿華哥學的。齋級。水晶晶，水晶晶。級白話，級白話，羅媽媽，級白話，勁媽媽，勁媽媽，級白話，呢個咧，呢個。羅媽媽，勁媽媽。啊。羅媽媽。羅媽媽即係咩意思啊？就老媽媽，好靚仔，勁。我咧，咩？你口白白，級白話，口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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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口白白，口白白，睇你邊看，不如。